2023年3月5日，向导集体揭示的地球之旅，传导 Carolina Shannon Ian， 译者扬声传导。亲爱的伊们，问候，我们一如既往，非常高兴今天有时间与你们交谈。今天我们的作者有一个问题，也许你们中的许多人现在都在问，我的朋友们，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了这个星球上的第五维度生活？这还不是很明显。我们正在等待并呼吁以不同形式披露长期统治地球的犯罪集团的黑暗行动、外星人的存在、自由能源装置、秘密太空计划以及长期被压制的先进疗愈科技。此刻在持续的战争和其他冲突中，在极端天气和地震中，地球对强大的太阳光波做出反应，感觉我们永远无法到达那里。由于这强大的光的到来，我们都在处理来自这个和其他地球生命的旧创伤，因此现在感觉我们离新地球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非常感谢你们的投入和大力支持。我们意识到，也许比现在大多数人都更清楚，人类现在所感受到的内部冲突和不安，对于那些进入来持有、传递和成为光的人来说，这是特别困难和要求的。你们长期以来都在寻求向一个黑暗的、常常绝望的地球反应和代表更高的境界。我们会说，你们现在所经历的，伴随着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的冲击和震动，不仅仅是由于太阳光波，而是因为你们自己决定将地球带回银河联邦和银河世界联盟。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擅长各种形式的指挥飞船执行星际任务，或者在指挥中扮演各种强大的角色。这些角色可能致力于疗愈，或科技，或大使级角色，或科学或艺术探索、教学，或超越所有这些，需要更高水准的智慧，并将自己的意识与纯粹的源头融合的纯粹灵性追求。这是你们的地球任务，你们都参与其中，尽管在你们觉醒的状态下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伟大的是你们内心的能量混乱，然而正如我们多次指出的，在沉睡状态下，你们永远不会感到困惑或不知所措。你们在以太时的行为，这是你们真实的自我，是非常古老的灵魂的行为，具有重要的角色，由你们预先决定。你们正在坚强地活着，没有犹豫地等待任何外部环境的改善，直到你们意识到你们的完全赋权。你们已经接受了处理你们所提到的问题是你们的赋权，这在你们的日常地球生活中得到了证明。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意识到，在你们觉醒的时候，你们仍然处在一个高度脆弱的地方，并且经常处于不稳定、失落、高压力和情绪混乱的感觉中。一些人正在经历的高潮，由强大的太阳风和线在流向地球的疗愈电浆光粒子带来，往往伴随着低谷，有时痛苦到足以让人产生一个从未来到地球的愿望。然而我们要问两件事，你们允许自己的悲伤和挣扎，祝福它，并在情感上诚实地度过它，允许自己哭泣，并在需要时释放。而你们的行动将伴随着更艰难的时刻，任何能够帮助你们持续疗愈和化解旧地球模式的肯定。有些人会肯定，我可以通过神圣的爱来做所有的事情，它加强了我。其他人会提醒自己，我是光，我允许这些时刻，因为他们揭示了必须改变的东西。记住，在这一切中，你们并不孤单，我们和你们在一起，我们中的许多人在地面上。当你们在情感和灵性上经历困难时刻时，你们要知道，在那些时候，你们的灵魂正在呈现出新的自我实现形式，这是在其他情况下无法实现的。当你们在以太体的飞船上，你们的意识通过时空的投射一个现在无法限制你们的元素，
你们经常与你们的指导者和导师会面，他们现在正在为你们提供新的更高层次的建议。你们向他们提出的问题远比过去复杂，你们对你们和你们的灵魂家族地球使命的深度的认识远远超出了你们之前所掌握的任何东西。地球之旅向你们揭示的比你们所见过的更多，你们的学习能力和洞察力将在时间轴上进一步超越亚特兰蒂斯、雷姆利亚和其他伟大文明的成就。但在这场特殊的地球之旅中，你们选择通过探索、体验，然后释放更黑暗、更低维度的地球生命，回到那些高度，这是最真实的扬升。你们已经到达了深度，无论是在黑暗维度层面，还是在地球经验方面。现在的挑战是恢复你们自己灵性本质的缺失方面，在一次或另一次创伤或冲突中遗失，并且疗愈你们的意识，不仅是那种支离破碎，而且是他所经历的所有损失，从这一经验水准提升到更高振动的灵魂形态。在某些日子里确实会感到困难甚至不可能，然而请永远记住，亲爱的伊们，你们永远不会孤单。你们的灵魂、你们的灵魂家族、更高的境界和你们的地球永远不会抛弃你们。你们的盖亚夫人正在抛弃亿万年的毒性，因为她确保某些屈从于黑暗领域命令的生命形式越来越难以在她的表面或下面生存。她故意新增自己的震动，让黑暗势力以某种管道继续被包围，因为他们的频率越来越与她自己的频率发生冲突。这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新现实，他们以及人类的征服和苦难在其中没有位置。同样，你们的太阳也意识到了你们的挣扎，并且只发出那些会帮助你们而不会阻碍你们向上旅行的光线，尽管有时会感觉不一样。是的，冲突和奇怪的天气以及地震等灾难性事件正在发生。回想一下，几乎所有人都以一张完整的生命图进入地球生命，他们选择了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并在那里体验一种特定的生活，原因是你们无法理解的。数千人因最近的灾难而迷失在地球上，是的，但并没有迷失在更高的领域，他们真正的家园。根据他们有意识的选择，他们将与所爱的人团聚，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更高的领域。想象一下，你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强大的感知力，就像那些古老的帆船在一片没有路径的海洋上谨慎地航行一样。对于包含了大量长期受限的人类推力来说，这可能很难把握，因此要求你们的更高的自我、引导者和天使给予你们更高的智慧和知识的力量，就像你们在更高的领域中所享受的那样。把我的视线和对线在发生的事情的理解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使我超越了人类的损失、恐惧或愤怒的经历，提升到我祝福所有人的地方，并称一切都是好的，感谢所有的经历。那些在战争和自然灾害中迷失的人并不是真正的迷失，而是将一些人转移到船上，一些人转移至地球内部，一些人回到更高的领域，如果他们的灵魂允许的话。如果你们现在想帮助他们的旅程，想象他们充满最高级别的神圣之光，感谢他们的旅程，没有评判他们的肉体是如何结束的。许多人现在回到以太，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帮助地球和人类的扬升。拒绝接受现在发生的这些事件，就好像光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发言权一样，因为它有很大的发言权，因为它以一种创造的力量流到地球，而你们到现在为止只知道这一点。站在阳光下，看着你们的太阳，然后意识到上行下效，这不是一个虚假的承诺，这是你们为自己创造的道路。
它正在实现以你们此刻只感觉到的管道，而没有完全看到外在。不要依赖你们的新闻流来向你们报道，在你们的冥想、祈祷、你们在大自然中的时光、艺术、舞蹈、音乐、诗歌的创作时刻，呼唤出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真相。Namaste， 新地球神圣的助产士，我们永远和你们在一起，你们永远不会孤单。